Hello，Hello，午安啊，各位午安。Hello，Hello，午安。有听到我讲话吗？因为我没有那个麦，没有那个麦，所以我就必须要这样子近一点才听得到我讲话的，因为我没有准备那个麦啊。下一次就会准备那个麦啊。Hello。Everybody， 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我在这个 Red Coco 的店面，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姐姐的店面是开什么，然后有人知道只是野水罢了，但是不只是野水，因为它有那个招牌。我们有一个主打的一个招牌，所以就是这次来到就是为了自己的店面，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连我那个 travel 都忘记带出来，所以就只能这样子。 OK， 好，我们现在开始介绍姐姐的店面好不好？可以看一下招牌，看到吗？这个豆腐鱼是谁？这个圆圆肥肥的是谁？它就是我们 Red Coco 的一个 logo 这样子。然后我们的 Red Coco 呢，它是在网络上，就是在那之前，在三月的时候 MCO 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走了，就是还没有店面。就是那时候有打针嘛，我们打第一针跟第二针，然后那时候打针过后就是要喝野水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就让人家知道这样子，对不对？然后现在就是终于店面都开了，就是所以让大家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是卖什么东西呢。所以今天就是选择也是很辛苦安排到今天有空，这样不然我太没有空了，然后就安排到今天就是空出来这个时间，然后就做一个小直播，让你们知道我姐姐的店面是卖什么的招牌。我要注意看四面，因为有那个车进来，所以我要四处看，不然等一下我走的时候一半我被车撞。因为我前面是卡巴来的，这个我们店面的前面是这个卡巴，所以我现在手机拿着我手机这样子拿着，我怕等一下我走的时候一半那个车把我撞掉。OK， 好 ，Red Coco 哈 ，GRABCOCO.com， 你去现在富潘达也是有的，这个是它是火冰城罢了啦，火冰城罢了 ，Red Coco.com， 然后你可以去我们的网站，然后有简介可以去看，然后就是我们的博达有什么嘞？它的主打就是烧野，看到吗？烧野就是他们就以为是那个在泰国在那个沙巴沙拉瓦那种，就是放在那个放在这个小放在这个里面这样子烧，但是那个是要 pre-order 的啦，现在我们暂时没有，现在就是我们做的烧野就是一杯这样子，然后里面就是有野肉野水，然后还有那个红枣还有那个香茅，就是这样子一杯热热的喝下去。因为人家说老人家就觉得说我们喝野水就是让人感觉很疯嘛，太凉了，对女生来讲太凉啊之类啊，不然就是喝了，就是因为喝野水就是凉的嘛，然后就是我们有做这样子，就是我们买那个椰子去烧它的椰肉，然后椰肉跟它的水融合在一起，然后再买那个昂州跟那个苍茅就是这个香茅，这个香茅，然后这样子一杯，然后热热的喝下去，而且非常的香甜。然后我们是用那个板蓝的椰子，它不是用那个普通的椰子，它是用板蓝的椰子。然后因为我们本店它是，如果你要在我们自己的主店这样子我一买的话啦，它是只有板蓝哈，没有普通椰，你要去到 Google.com 才会有，在那边就是下单这样子。 OK， 现在我们要给你介绍它里面的那个一些些东西，所以我要走去后面哈，现在我就拍大概前面给你们看这样子。
它是这个，那么前面是这样子的。OK， 它的店面少一点。OK， 是这样子的，看到吗 ？OK， 现在我走去后面，所以走去后面里面给你们看它是用什么扫的。哇，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OK， 现在老板有客人了，所以我进去拍给你们看。老板现在有客人，所以我现在拍给你们看他是怎么去做那个椰子的。哇，客人进来了，会很暗嘛？会很暗嘛 ？OK， 这样子，他的杯这么大小，然后有很多苍毛，然后他其实还有这个姜啊，其实可以多放姜的，这个姜。就是多放姜这样子哦，看你要不要放啦。如果你普通的话，只是普通的话是没有多姜的。OK， OK， 老板在砍椰子，老板在砍椰子。因为我现在直播是，所以我不能帮他。OK， 不然每次他我没有空，我就会在他没有空，我就会在旁边帮他。因为现在我在直播，所以我不能帮他。我要老板在砍椰子，等下弄好。看你是不是做什么东西的，有没有？我放了，OK。好，它的那个烧也就是这样子。这个是它放在那个盘子，放在里面。好吵啊！我出去一下，太吵了，不然听不到我讲话。它的后面是这样子，我忘记给你们看后面，这样子。其实这里好凉啊，后面是这样子，哇，这个现在Foodpanda，现在Foodpanda是可以order了的，你只要去Foodpanda的 shop， 然后就是打 Grab Gogo 就有了 ，Grab Gogo， 所以 Grab Gogo 就有了，好不好 ？OK， 它这里是在哪里嘞？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店面在哪，很难找这样子。它在那个Fresh Market 的 Tree， 这个。Fresh Market Street， 然后我的对面这边，姐姐对面这边有一个印度庙，它是在阿伦巴扎那边弯过来的，好不好？然后它这边有，它就是旁边这边有一个路口弯进来的，然后就可以看到这里的后面。OK， 好，因为我们那个店面其实它有很多那些图案，那些画画，看到吗？他其实那些画画还蛮吸引人的，孙悟空。看姐姐有空，看会不会跳舞在这里呀、啊？但是在这里跳舞很危险，你知道，在这里跳舞哦，随时随刻都要警惕啊！等下被车撞了，因为他前面是卡巴，他前面是卡巴，我怕被车撞。不好。然后呢，我们也不浪费那个椰子。没有浪费那个椰子了，就是那个椰子椰肉跟水拿出来过后，我们就会把那个椰肉椰子椰壳去这样子晒干，看到吗？不浪费每一个东西啊，就是你看就会把它晒干，晒干过后就变成这样子小小包，2块钱。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你可以拿来种花啊，拿来种树啊，就是一些肥料这样子，有的人是拿这样子来做的，好不好？这样子一包2块钱 ，OK， 好不好？这是我们的 menu， 我没有拿那个大张过来，所以就收藏在这里。然后它的杯子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是在店面的话，网印店面的话会比较便宜，因为本来的话我们会价钱比较不同。然后热的话是这样子，如果你只是来这里买普通的话，就是用纸袋这样子装。不好，就普通你在路边看到纸袋叫做路管，一烧的话，买烧的话就是这样子，不好。可以去，你看我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 logo，Grab Gogo 的 logo，Grab Gogo 的 logo， 人家以为是 Grab 吗？不是 Grab 吗？不是 Grab 哦，不是 Grab 哦，不是 Grab 吗？他们以为我们是 Grab 啊，不是 Grab 啊，只是名字刚好就是撞到就是一样这样子，哇。OK， 姐姐手有点酸了，因为姐姐没有带那个全部出来，所以我就是用手这样子拿，手有点酸。OK， 然后来跟老板打一下招呼好不好？
老板打一个招呼。Hello。老板是泰国混血。萨瓦迪卡。萨瓦迪卡，泰国混血，好不好？然后他的店面给你们看一下，这样子。好，现在下一个东西是什么嘞？这个东西是什么嘞？就是这一只东西。就是这一只东西，这一只东西是什么呢？这一只东西就是我们喝野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是一整粒嘛，一整粒是不是很难？一整粒是不是很难去开？是很辛苦，很难去开，对不对？很难开嘛，所以我们就会有卖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就是开野子的，就是你只是要转一个洞，然后把那个水草放进去，这样子喝，把那个放下去就可以喝了。像这一个，看到吗？像这一个，挖一个洞，这样子插进去，这样子插下去一个洞，直接开水。它是一个东西就开始就可以喝了 ，OK。然后喝了，你擦了过后，然后是不是有一个洞？然后我们不要喝，是不是会有灰尘会跑进去？然后我们就会有这个东西，这样子把它堵在那个洞上面，它像一个水龙头的开关这样子，看吗？它像一个水龙头的开关。这都是那个热锅锅的一个产品，对 ，OK。然后烧椰，其实我们在你可以去我们的 website， 就是我们的网站，这网站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我们有还有 Jerry， 就是果冻，椰子的果冻，就是很好吃很甜的一个果冻这样子。然后它前面外面全部都是已经泡开了的，然后只有里面的那个椰肉跟那个果冻这样子。但是我们店面暂时是没有那个现货啦，所以你在那个网站下单的话，直接送到你家去，好不好？烧椰走路立交了。要做烧椰给你们看吗？因为老板讲说还要现场做一个烧椰给你们看，好不好？啊，做烧椰好不好 ？OK， 我现在进去哦，再进去。我现在进去，然后还做一个烧椰给你们看，好不好？走进去好不好？我做烧椰好吗？等我一下，我进去。因为他们不知道烧椰是怎么做的，然后我现在就拍给你看烧椰怎么做。好，来，烧椰怎么做？你烧椰怎么做？来，烧椰来。啊，过后给我。来，干嘛？就是有这个长毛，长毛来往你。那你可以。昂州长毛 ，OK， 有昂州有长毛，有烧盐啊，如果，给我那个烧盐，台北无香的，啊，你不需要高密度的无盐 ，OK， 啊，这个是怎样要开盐？给爱国爱婆婆，给国爱婆婆了啊，了哈，海波大姐。Okay, and take a long one, Mohaka. We keep this, we put into the. Okay, on your mind, sugar. Right. So, when you're too sour, yeah? Hot lemongrass. Okay, hot lemongrass, coconut. Okay, so you're gonna knock this out. I know.OK， 那我们放这个 ，put this 啊，make this，all right， make this 啊 ，wow， OK， we put make this， then we put this lemongrass.See, it's lemongrass, okay? Right. So the lemongrass, before you put, you got to knock. Knock first, right? If you want booster, you can put this ginger.
booster, yes. 如果你们有 flu, nighttime flame, 把肚卡烧还是还 booster, 还叫起把路没还叫 right? So, this is a pandan coconut.现在我们要去烧了，我们要开这个我们的 kitchen red coco 耶，开了要 burn 来，我们 heat up the OK哪里都找不到，只有这里有。烧的，只有这里有。烧呀！来，我们烧完了，有在定的啊。不是乱乱烧的啊，乱乱烧，哈哈哈哈，乱乱烧。OK， 我去 left 了，我们去 right， 啊，来，我们去 left， 啊，还有 right， 来了，我们去 round 九道。九道，还有我们去 center， 是蓝色的。蓝色。啊 ，blue color。老板中文不好。老板中文。迷路啊！他中文不好。blue color。你可以 say， 你可以 chop into it。嗯，明白了，好了。诶，香有香的，看，哇哦，香吗？哦，一级棒的，哈哈哈！我们要 transfer 这个肉在里面。transfer 这个肉。Yes。老板中文不好。你看这个，这个来，哈哈，吸吸的。Okay, transfer the roll. Transfer the roll. Put inside. Okay, kita pindahkan semua isi-isi yang telah dibakar panas. Kita akan masuk ke dalam. Okay, kita masuk ke dalam cawan. Okay, kita punya cawan boleh scan grab koko. Okay. Ini semua bahasa dong. This is our Thai Gona recipe. Okay, recipe Thai and...lemongrass and also this red dates is actually is good for curing your 如果你们有 cancer 的啊，有 cancer 啊，可以 cure 的。那个 red dates 跟那个ginger， 如果 ginger 他们有卡烧啊、巴豆啊、有肝啊，你们可以喝 ginger and red dates 啊。好，来我们放这个来，好了，我 transfer the water inside， OK， 放那个长毛 ，OK， 如果你要可以放在里面，不要。不要在里面 ，OK？ OK， 马索干，昂州 ，Kurma merah， put inside the cup。If you guys are purchasing anything at Lazada， you can just place an order
we will ship out this burnt coconut. You just need to reboil it. Okay? Okay? Reboil the water. See. Wow. This is hot lemongrass. You want to eat it? Oh. Can you hear that? You go outside and eat. Huh? Go outside. Stay there. Driving, ah, you guys, kalau memandu ke Penang, you can put this for you, 4 cup. If you alone, then you get this 1 cup, very hot. Now she will drink for you. Ta, you her, can you her? Can you can? Can you her? Nah. I want her, 不是我脱口罩了咯. Wow, 好美. Wow. Can show you 很好，好好的。 他朋友我睫毛，你知道很烧耶。然后他的旁边在这边来，他给你看东西，他给你看，真的很烧嘞！现在等一下，太烧了，等一下我放在旁边，不然等一下我弄倒。不行，姐姐戴口罩不行。 叫老板喝给你们看好不好？老板，老板走出来了，老板走出来了。Boss，Boss，come，Boss，come。好，这个就是这样子，烧椰，看到没？它上面有那个昂州，然后有那个椰肉，因为它椰肉跟它的椰水一起的话，它很香的。 因为每次我们喝都是椰肉硬硬嘛，然后掺这样子椰水淡淡喝罢了。然后你这样子喝的话，对身体好，而且还可以固风，就是比如说你肚子常常痛啊，就是痛啊，就是每次风啊或者胀风啊什么之类的话，你可以喝这个。它不是说因为喝椰水就是凉嘛，但是它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支笔，它就是喝了就是管效果这样子，然后就是可以让你。 大概两个小时过后，就让你就是把你的胀风就是不见掉这样子，就是看人而异啦，好不好？好，现在就是要喝，哎呦天哪，来帮我拿开门了 ，please， 老板开口了，我一定要脱口罩，不然我以为是不用脱口罩。老板开口要脱口罩，脱吧，姐脱吧。<笑>因为姐姐戴口罩跟没有口罩相差很大，因为脱口罩就很甜了。我第一次直播没有口罩，你看为了牺牲，你看第一次直播，首次直播就是把口罩拿掉，因为每次直播我都会戴着口罩。那我灯干嘛了？ 好不好？一二三，好，直播，然后你看，直接牺牲，好，现在现场喝，好不好？现场喝。什么鱼啊？哇！很近了，很近了。哎，很多车嘞，我怕然后走走走，一半被车撞到。好，来。 再喝多一口，好烧啊！太烧了，没有放一下，太烧了。OK， 但是它就是烧烧喝比较好喝的，好不好？不行，我要把口罩戴起来，因为这里太多人了。我们 SOP 也是要跟好，好不好？因为我不是在室内哈。 因为是在外面，所以我要把口罩戴好 ，SOP 很重要，好不好？现在槟城也是啊，蛮多那个 case
OK， 在外面口罩就把它戴好，好不好？老板来，手机还我。OK， 好，就是这样的小直播，让你们知道姐姐到底的店面到底是卖什么的，因为真的是没有很少人知道姐姐店面是卖什么，好不好？我们的主打就是刚才我们做的这个lemon gas， 这个有安卓，有长毛，然后它的这样子烧烧喝，好不好？看到吗？没有别人哦，只有我们哦，所以要如何去下单呢？如果你要知道更多详情，那你可以去 Grab Coco， GRABCOCO， Grab Coco 好不好？ Grab Coco Hello， 因为我现在慢慢看你们的直播，慢慢看你们的 comment 下，你老公也学会表演了。他本来就会表演，他是那个演艺学院，就是大学，他是表演系列，就是他是这个科系出来的，他当然会表演，他当然会表演，他比我还会表演吧 ？OK， 拿 red coffee 的看，他为什么会写 24 hour 呢？就是因为我们店面关着，我们的店面关着，姐姐的店面关着，但是他的那个 online 是走着的，就是你可以随时去啊下单，然后。就是我们会送到，比如说好像，比如说我们是外播的话，不是槟城的话，外播我们是有送的，就是整颗椰子哦，两粒、四粒、八粒这样子送到你家去，好不好？你去住贝拉的话，住鼓楼的话，你要order也可以，我们寄到你家去，直接寄到你家去哦。有听过椰子是这样子离离微出去的吗？没有嘞，是不是？所以我们是，如果你住在鼓楼也好，在巴黎文大在哪里也好，只要你下单。然后就是在那个 GoGoGo 里面网站下单，然后直接寄到你家去，好不好？直接寄到你家去哦，就是整粒美美寄到你家去哦。啊，有没有听过就是寄椰子的？没有听过对不对？啊，唯一槟城呢，槟城。来，老板。老大让我掌控他好，就是你在啊，老大大就是来，我们老大大也有，老大大也有 ，Shopee 也有，好不好？老大大也有 GoGoGo，Shopee 也有 GoGoGo。然后你在老家那下单的话，我们还是会送这一个开椰子的，好不好？就是开椰子的，怎么开呢？就是这样子插一个洞，转了过后，就是直接这样子喝的，你不用去开到半死，好不好？因为椰子真的是太硬，你要它比榴莲还难开，感觉它比榴莲还要难开。但是你只要有这一支东西就可以了，你只要这样子喝，这样子插去然后转喝就可以了。然后啊，看你要不要喝一次椰肉啊，椰肉再把它。开起来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啦，姐姐的直播嘞就到这里啦。有人知道姐姐店面吗？姐姐介绍一下哈，它是这里，看到吗？艾伦把家弯进来，这边有一个那个佛庙，然后对面有这个乌珠街，然后姐姐的店面就是这个 Dirty Tree Market， 看到吗？然后姐姐店面就在这边，哦，看到哈。姐姐不一定每天在店啦，因为姐姐太忙了，就是今天。抽空出来，然后做一个为老板做一个小直播 ，OK， 好啦，现在姐姐前面其实很多车啊，真的是要一边跟你们讲话，一边看车，好不好？一边跟你们讲话，一边看车，不然等直播带放姐姐被车撞。OK， 好啦，姐姐直播就到这边啦哈，有什么问题也可以 DM 姐姐 ，OK， 可以 DM 姐姐哈。OK， 来跟老板 say bye， 走了，来老板 say 一个 goodbye。OK， 还有来哦，还有来哦，还要来哦，拜拜，拜拜。